每当气温急降嘅时候，寒冬会夺走多条生命，当中有唔少受害者都系难民儿童。彷徨无助嘅父母毫无办法为孩子保暖，冇人救助嘅孩子会因此而无辜死去，就好似阿里咁。目前难民儿童要面对重重难关，严寒、低温症、肺炎等等。小小年纪经历过枪林弹雨、战火连连嘅日子，都可以侥幸生存落嚟，却难敌寒冬。佢哋冇衣物御寒，冇暖炉保暖，亦冇居所安身。佢哋嘅父母冇办法给予保护，但你可以，你愿意拯救呢班孩子嘅生命吗？请即打2187-3075，或搜寻联合国难民署，向联合国难民署每月捐出50元，你就可以给予呢班孩子一个庇护所、保温毡及暖炉，令佢哋得以保住性命。立即打2873075，或搜寻联合国难民署，伸出援手。严寒难遇，你可以拯救更多生命。